每一场都有些骑兵跳出。啊、事实上，勇士这场比赛要突围的话，绝对要有除了这些老将之外的球员能够做出贡献。外围挡出一个空档，球林志杰。哇哦！前一场比赛林志杰打的时间其实不长，只有打了18分钟。三分球进！哇、wow. ！球！志杰，外围直接拔起来，进！开一个后门，第一次没开成，第二次开到了。